接下来看到相框了没有？你不是才练的吗？啊，对，我才练了。哦，这架看到相框了吗？这个一个很普通的相框。那它有什么作用呢？等一下我就会跟大家就是告诉它有什么作用。那我们先把它这边盖起来哦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。 很普通的扑克牌，然后我现在这个是背面嘛，你知道吗？<笑><笑>你们好像、欸，为什么？好厉害哦！难呢、欸，你就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真的。然后这边有个很普通的扑克牌，那你可以，我们请杨丞琳检查一下扑克牌有没有就是不一样。我不会。那给金宏看一下，就是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应该吧，都是不一样的扑克牌哦，好，都不一样。洗好了，嗯，洗什么？不要了，就这样就好。就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然后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，你看，它这边有一个孔。对。对，它这孔就是防止我们，就是我们魔术师比较厉害的魔术师，有的时候会不小心把牌偷走。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就把它锁起来。锁起来，一定要锁起来。一定要锁起来。钥匙要扣起来。对。那钥匙把它丢掉。不行，丢掉。 这是玩大老二，帮我把他那个，哇，扣起来。哦，哎，这就是一个互动啊，对，非常聪明。好的，这个钥匙你先帮我保管一下。哇，爱的钥匙。那等一下，当我播这个牌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喊停了，在播的途中，好不好？停。停了吗？嗯。停了，记好了吗？记好了。好。记好了，记好了，OK 哦。 那我接下来做一个动作就是，嗯，聪明的人才看得到，嗯，看好，嗯，刚刚在这个瞬间的一秒钟发生了一件很微妙的事情，你刚刚那张牌记住了没？记住了，对，记好了，嗯哼，好，那把钥匙还给我，好的，你真的刚学的，你刚学的，刚学的，哎，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把这个打开？我现在把这个锁打开了，锁打开了，嗯，我刚刚就是。 偷偷的把你刚刚的牌就是变走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翻开来给你检查一遍，你看看你刚刚的牌有没有在？如果有在的话，跟我讲一下韩婷。有没有？没有。老师干嘛放暗公叫新闻的音乐？你刚好这个牌只有52张哦，如果今天这个牌有1800张的话，我们要等它发完。对啊。有鬼牌，有鬼牌，有鬼牌。 嗯，没有哎，都没有啊。所以刚刚那一瞬间，你把牌变进去了，是这样讲吗？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相框啦。那这普通的相框，接下来你真的是这张吗？不是，不是这张，不是这样。我希望就是杨丞琳，就是把我们就是那个合作的那种一个感情放进来，感情，然后吹一口气进来，放在他身上。对，吹一口气。你先把感情放在心里，然后再吹一口气出来。 你刚刚又香港腔啊，揍你！吹，不够了，再一次，吹。哎哎，好，有了。你讲话，哎，吹啊！放感情，吹，吹，吹口气。好，不要了，刚刚已经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，他好像蹲下。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喽。刚刚那张牌出现了。嗯，刚刚是亮亮的。对，那张牌出现了。 那你刚刚的牌是什么牌？是方块 K。方块 K。没有。它后面有个秘密，就是相框的后面是一定可以打开来的。打开来。打开来。打开来。你知道你就会被重播。哇塞！啊！这不是？怎么会？很神奇耶！怎么会啊？对各位。 哇塞，太奇怪了！为什么？哇，这太奇怪了，为什么？你刚刚是锁住的，锁住的。对啊，他们又没有动那个哎。厉害了啊！好，那我们现在看4号石块。4号石块，你要表演什么？准备道具。好，上道具。好，4号石块，你全家人的眼睛是最大的吗？我算最大的，算最大的，非常的好。现在你要为我们表演的是模仿。OK， 模仿秀。 好 ，check it out， yo， go， 好可爱哦，他真的很可爱哎，干嘛把冲天炮放在头上？那不是冲天炮，好像啊，大跟人。
你能知道他是谁吗？台共人，他在模仿那个一只那个红那个白萝卜，好像哦。你们看过那个白萝卜吗？到时候我们后置要 key 一个那个白萝卜在那里。要不要白萝卜啊？要不要给小猪看那个白萝卜？哇，好像哦。有吗？有白萝卜本尊吗？哦。这模仿太好了，你模仿的太强了啦！好，结束，结束了，好，继续吗？没了，就没了。那也只有他的模仿啊！模仿以后上节目用心一点好不好？你不要只拿自己的特色，这个很好笑。我这准备很久，这道具准备。我们四个也会模仿大象。对啊，来。是现在的才艺秀呢已经表演完了，我们还是要先请青牛团，你觉得在这个环节他们会选择哪一位？三二一，请举牌。三号，又是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会自弹自唱的男生看起来就很帅哦，很深情。是哦，来，我觉得是符合主题，感觉是真的是有准备而来。杨丞琳会选择哪一位呢？三位男主角，请闭上你们的双眼。Close your eyes。来，请选择。到底他会选择谁呢？王彩英。你干嘛？刘德华。帅啊！今天是气质路线。哦、OK。漂亮这个样子，好啊，三，为什么选择他？他弹吉他真的蛮迷人的，嗯，而且我真的知道他是学不久，可以这样子为了今天，然后这样表演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还 OK 啦哈，谢谢。但是最后一个环节，现在只有你没有得到分数哦。对，谢各位。走了，谢谢。但是他的魔术刚刚是很厉害的，魔术很厉害。对，还有一个环节，我知道，但是啊，没有走。不要这样。就是我可能变魔术给我看，跟弹吉他给我听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音乐性。我知道，我了解，刚刚是开玩笑。好，这个环节请加油了啊！马上进行爱的告白。